洪武十一年，倭寇侵我海南儋州，杀我大明、汉黎两族百姓近千人，掳掠妇女丁壮1000余人。洪武19年，倭寇又侵我海南之儋州、新营、杨浦，20年又侵琼州。永乐9年、宣德8年、9年、成化元年、弘治4年、正德12年、嘉靖35、37年，倭寇共侵入我海南各州县村落13次，杀我百姓数万，掳我百姓之海外诸岛充作苦役者数万。赵忠诚，倭寇在我的家乡杀戮淫掠，远早于浙闽诸省。我更要说的是，大明正德12年，倭寇入侵我海南之澄迈、临高，那年我4岁，家父就是死于倭寇之手。杀父之痛，锥心难忘。赵忠诚刚才说我的家人好好的待在淳安，因而不知沿海百姓受倭患之苦，请大人收回此言。既然海知县和倭寇有杀父之仇，深知倭寇为患之甚，本院现在就派给你一件公务。7战下来，我军一举剿灭倭寇之势已经形成，当务之急就是立刻把下一批军需送往前方。这批军需就由你押运，5日内送到胡部堂军营。忠诚大人，亲案不审了吗？杨公公疯了，你应该知道这件事情。沈医师的家产和织造局究竟有何牵连？除了杨公公，你找谁去查证？案子现在必须停下。今早我已经用800里极地上奏朝廷，下面该怎么办？只有等朝廷新的旨意下来。现在你必须把军需立刻押运到胡部堂大营，10天后回来，按朝廷新的旨意办案。你不愿去？我去。大柱，自家的饭不吃，怎么到这儿混饭？我又没娶她，她又没嫁给我，哪来什么家？都住了几天了，还不是你的女人啊？你给我住嘴！她睡她的，
我自己睡在外面。大哥，你是瞧不上他吧？啊？那就让给我吧。让给我吧。饭做好了，回家吃吧。你自己吃吧。我和弟兄们一起吃。回家吃饭。我跟你说过，我不要你报什么恩，过几天送你走，还是给你自己留个好名声吧。回家吃饭。大柱，要不要人家另说？吃顿饭也不打紧。就是啊，哎，你不去啊？我们也吃不成了。是啊，是啊，哎，没法吃了，去吧。好啊，你们就逼我吧。哎呀，你说啊，这有点怪啊，你说说，这干柴烈火。怎么就烧不起来呢？我看大哥心里还是喜欢，就是嫌弃人家被倭寇掠过。嗨，又不读孔夫子，大哥不在意那一套。我看也是，要不咱们打个赌，我赌他们今夜就会上床。我也赌。我看他们今夜上不了床，我跟你们赌。我赌上不了，我赌不上。我去找齐将军，让他明天一早就安排人送你走。你赶不走我。我说你到底是来感恩的，还是来折磨我的？我要娶你，你又不肯嫁；让你走，你又不肯走。我跟着你，等哪天你真心想娶我了，我就嫁给你。娶就是娶，还有什么真心假心的？我要你真心信我，没被倭寇糟蹋过。说实话，这事我心里还真有些堵。既然你说没有，我就信你是了。这不是真心。怎么真心？我不在乎就行了吗？我在乎。那我要怎么做，你才能信我是真心？我要你每天心里都是顺的。你想办法去问那船上的倭寇。倭寇的头叫井上十三郎，他看上了我，想要糟蹋我，可是我拼了命的不从他，心想我就是死，我也不能让他得逞。挣扎中，我的脸被割伤了。后来你们就来了，接下来的事你都看见了。吃饭吧。我现在就和你成亲。赌上床的赢了，赌不上床的输了。去吧。我赢了。你
你的事摊子里都跟我说过了。套一句俗话，久闻大名如雷贯耳啊，不堂明鉴。今天你来，不只是为了押运军需吧？卑职这次来，有三件事要请教部堂。听说你来呀，我把案卷文书都给搬走了，特意找来了一部《全唐诗》在这里等你。翻了一个时辰，给你找了一首，也给我自己找了一首。海知县，能不能先听我念完这两首诗，再听你说那三件事，好不好啊？请部堂赐教。古人的诗，我赐什么教啊？给你找的是高适做县令时写的一首诗。我本渔樵梦珠也，一生自是悠悠者，乍可狂歌草泽中，宁堪坐立风尘下，只言小义无所为，宫门百事皆有期，拜迎官长心欲碎，鞭挞梨树令人悲。部堂过奖了，不知部堂为自己找的是哪首诗？我喜欢岑参的诗，他有一首诗前四句可明我心志：万里奉王室，一身无所求，也知边塞苦，岂为妻子谋。部堂大人，卑职可否请教那三件事？你可以问，但是我不一定能够教。听部堂念诗，以明心志。卑职可否理解，织造局和巡抚衙门将沈医师的家产卖给桂香姨，并非部堂本意？那部堂为何不制止？我无法答你。今年五月，九谷县闸口决堤，部堂大人以贪墨修河公款以致河堤失修，处斩了马宁远、常伯熙、张之良，还有李玄，是否另有隐衷？这件事的案卷已经提交刑部，依大明律法，如需再查，必须呈报朝廷，然后再去刑部调阅案卷。成教。最后一件呢？郑必昌和茂才以通倭的罪名，将倭酋井上十四郎和淳安的县民齐大柱等判令立决。部堂大人，为何愿意钦派总督衙门的人来帮助我平反冤狱？既是冤狱，自当平反。那既然平反，为何不追查到底？海知县不正在追查吗？被你救过的那几个，又被你鞭挞的那几个梨树，现在立了功，被鞭在戚将军的军营，海知县不想去看看他们？来人！部堂大人，你现在叫几个人带海知县去见齐大柱那营官兵。是。海知县，请。
进来，快开门呐！你不懂，叫他们进来。开门！我不缠了。快开门！我已经是他们的嫂子了，今天这个日子，我也得亲亲他们呢，让他们进来吧。这倒是个理，可也没东西啊，请他们吃啥？你不用管了，让他们进来就是。起来吧，起来呀！大柱，快开门呐，大柱！开门呐，开门，开门！啊？开门呐，大柱！哪来这么多东西啊？用你的军饷买的。快开门，大柱！真是个好婆娘。快让他们进来吧。开门呐，大柱！大柱，快开门吧！快开门！快点！大柱，大柱，开门！快点！大柱！看看看，让你们看个够！这群没见过女人的东西，都进来吧你们。海大人，恩公，快起来，谢恩公，快来，这是海大人，是我的恩公，快磕头。海大人，我们是齐将军做的媒，是明媒正娶。嗯，弟兄们刚才都跟我说了啊，不知道今天是你们大喜的日子，也没有刻意准备什么贺礼。哎，这点钱拿去，扯块布，做件衣裳。哎，刚刚磕过了，起来吧。大柱是我的恩人，您是大柱的恩人，我们会一辈子报答您的。谢大人的贺礼。我在这儿，你们也喝不好酒啊！好好干，杀敌为国。是。查到制造局来了，查到宫里来了。来，奴婢们在。备轿。是。咱们四个得立刻将这份奏书呈给主子万岁爷。慢着，陈公公，老祖宗可还没有看呢。等不及了，我的黄公公，老祖宗也在宫里，呈上去让他老人家和皇上一块儿看嘛。这事儿牵扯到阳金水，不能就这么呈上去。这么呈上去，万岁爷若是迁怒到老祖宗，那可就连转还的余地都没有了。嗯，这个我倒忘了。可老祖宗要伺候主子万岁爷，得到明天早上才能出宫。这个本压在这儿，谁敢担待？想办法。把老祖宗请回来。万岁爷正在修炼，身边可离不开老祖宗，怎么请出来？老办法，报喜吧。不是喜，去报喜，事后万岁爷知道了，你担罪还是我们担罪？我去报，有什么罪名我担着，你们说呢？还是先禀报老祖宗吧。那你就去吧。要是主子万岁爷真的降罪，咱家也不会叫你一个人担着。说了，有什么罪，我担着。给黄公公备轿。不用了，给个灯笼就是。我走着去。孙子们叩见皇公公。主子万岁爷歇了吗？老祖宗
这会儿能不能出来？回皇宫话，主子万岁爷今儿打的是神游八极座，老祖宗得一直在身边护着，一时片刻且出不来的。不行，这是大事儿，必须把老祖宗请出来，报喜吧。二祖宗饶命，这个时候奴婢们万万不敢惊了圣驾。我自己来。那个送吉地的一差现在哪里？回干爹，儿子已把他扣在进门之房里。把他扣住，不让他见任何人。晓得。吉儿，这个坎儿我得去过了，半夜才能回来。主子那里不能没有人伺候，你去吧，主子习惯你。好，儿子这就去沐浴更衣。啊，哎，等一等，主子要是问起你，就说这封奏书你们几个都没看。好，告诉主子，就说我去镇抚司赵玉了，去见那个高罕文，一切等我回来以后一一向主子陈奏。儿子明白。你们听着，哎，杨金水是我派到江南去的，有罪则我会担的，你们把心都放在肚子里，今儿晚上都在织房，今天这消息一点也不能透露出去。开门。是老祖宗驾到了吗？知道还问，开门吧。按理参加过殿试的高翰文应该认识这位皇上贴身的司礼监掌印太监，只因嘉靖帝20年不上朝，因此大明朝嘉靖21年后的科甲官员都无缘一睹天颜，自然也就不认识吕方。我叫吕方。罪员高翰文拜见吕公公。请起，坐吧。沈一石的家是你去抄的？回吕公公的话，是罪员去抄的。除了那些脂肪、铺面、100匹丝绸、20000两银子，还有没有别的什么东西？比如说一些文字的东西。回吕公公，只有实物，并无文字。那账册呢？沈仪师经营丝绸20多年，连一本账册都没有。应该有账册，可一把大火是不是都让烧了，罪员也不知道。你到杭州第二天就见了沈仪师，他都陪你去哪儿了？就陪你看丝绸，没有给你看账册。到了京师，什么话都不要说，只有沉默才能出狱。我这次来见你是为了救你，知道什么就说了。吕公公，你们让我进去，我跟吕公公回话。这什么地方，懂不懂规矩？问你的时候再说话。让他进来吧。是，进去吧。
最远先行回避吧。不必了，你坐。你们都出去。是。你就是跟了杨金水四年的云娘。是。没有什么丢人的，宫里十万太监宫女，结为对食的有好几百对呢。任有五伦、君臣、父子、夫妻、兄弟、朋友是也。你和杨金水虽然没有夫妻之实，但是却有夫妻之名。想不想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？回吕公公话，云娘和杨公公没有夫妻之名，我只是伺候他的一个奴婢。后来杨公公认我做了他的干女儿，我应该称他干爹。称什么都行，我只是想问你，你想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吗？干爹有吕公公呵护，再怎样也会平平安安的。谁也呵护不了谁。在我大明朝，只有一颗太阳能照着两京一十三省，那便是皇上。在这颗太阳上面还有更大的主，那就是老天爷。我告诉你们，现在杨金水谁也呵护不了他，老天爷收他了。浙江的八百里基地今儿下上到的，杨金水疯了。杨金水想呵护你们，我也想呵护杨金水，可是他自己做了孽，就谁也呵护不了谁。我答应过他，让你们俩住在一起。记住，谁问你们江南制造局的事儿，你们一概不知，这是其一。除了我，没有人敢杀你们，就怕你们自寻短路。不管谁来逼你们，都不要理睬，都要好好的活着。为谁活着？为朝局。该死的有些已经死了，不该死的就不能死，这是其二。我有个习惯，除了伺候皇上，我每天晚上睡觉前都要将碗里的茶全都喝了，一滴也不剩，因为不知道第二天我还能不能醒来，还能不能喝一口茶。老天爷让你活着，一辈子是活，一年是活，一天也是活。我那个干儿子要说坏比谁都坏，要说他好比谁都好。你们来之前他写信给我说，你们是天下最般配的。他说的话我懂了。嗨，我们这好人这辈子缺的就是这个，最羡慕的也是这个。有时候真希望别人般配。高汉文呐，你是个最聪明也是最糊涂的人，咱家教你一句，云娘并不辱没你，不要想过去，也不要想今后，只要还活着，就在这所院子里跟他过好当下的每一天。老祖宗，小女子既认了杨公公是干爹，
老祖宗，也就是我的干祖父。老祖宗刚才的话我都听进去了，不管他嫌不嫌弃我，我都愿意伺候他，名也好，实也好，我会每天照看好高大人，直到哪天老祖宗叫我们死。高汉文，他说的话你都听清楚了？哎呀，能不天天都吃面吗？黄公公，平常都吃三大碗，今儿怎么就吃一半碗啊？陈公公，您就吃您的吧，别管我了。你不吃，我再来他一大碗。干爹，你还没吃吧？干爹回来了。干爹，干爹，你用。哦。干爹慢用。主子歇了。回干爹的话，万岁爷已经猜着了，儿子不敢欺瞒，没有照干爹吩咐的回话，将杨金水封了的事儿如实奏陈了。你做得对，主子有什么旨意吗？哦，万岁爷让儿子将这个球带给干爹看。然后让我们今晚就拟旨，800里加急送到杭州。你们说，主子这是何旨意？这是主子告诉我们，外重内轻呀。嗯，无论是江南制造局，还是上一舰、金贸局，这都是内，都不能护短了。该办的办，该查的查，只有胡宗宪抗倭才是大事。嗯，立刻拟旨。是。着，在杭州的锦衣卫，立刻把杨金水押解进京，让赵贞吉署理江南制造局的差事，命他不惜一切给胡宗宪东南前方筹措军需。醒醒，醒醒，几更了？怎么也得三更了吧，师兄，也该让我们轮轮班吧，好歹也让我们眯个眼呢。谁敢去？沈医师、郑必昌和茂才、李玄都在门口站着呢，你出去就掐死你。干爹，他们要是掐死我，那不就好了吗？还省事儿了呢。您老还不如让他们把我掐死呢。他们要是把我掐死了，我就不找您老了。闭上你的鸟嘴，没良心的东西，还没叫你去死呢，就这么不耐烦了？
啊！掐死他还差十个。哎呀，师兄，我们再折磨下去就熬垮了。我们垮了，谁来伺候他呀？就是赵忠诚十天前就上书了，就在这一两天，旨意就会到。圣旨来了，快，快扶我去接圣旨！哎呦，快，干爹，我要去接圣旨。干爹，旨意还没有到呢。到了，到了，就在门口。快，快，我的衣服呢？我的衣服呢？啊，快，啊！哎呀，帮我找衣服，我的衣服呢？啊！起来。快起来！快帮我找！开门，开门！让他看看到底有没有圣旨！开门！我这衣服在哪？去！去去去去去去！开门去！嗯嗯杨金水接旨。老祖宗啊，你可来了！干爹，干爹，干爹，干什么？快来，快拉开！干爹，快拉开！要用我拉开！干爹，哎呀，我都累死了，都在老祖宗。干爹，干爹，哎呀，快把他拉开！哎呀，你快撒手，干爹，拉起来啊！撒手啊，干爹。江南织造局兼浙江市舶司总管杨金水听旨，织造局市舶司虽归内廷管辖，实以为国库之所要。朕四季常服不过八套，换干洗湿，推衣易之，藩王使臣、官吏将士，节用用之，录享军国之需，无时不念国部之艰，民生之难。取料一裁一剪，一丝一缩，皆吞没于群渡之口。沈一石何许人？20年前织造局当差一书吏耳，何以将织造局之作坊、桑田尽归于此人名下？且任其将该司之丝绸行贿于浙江各司衙门达百万匹之巨，比上一届真公局、金茂局诸宦官奴婢宁无贪墨情事，而身为织造总管，宁无贪墨情事，如此吞丝剥茧者，若不一丝一缕从口中吐出，朕与容之，比苍者天，岂能容乎？着即将杨金水押送京师，待朕细细盘问。江南织造局浙江市舶司暂为浙江巡抚赵贞吉兼领，并派浙支总督署参军谭纶署理浙江按察使，会同办案，钦此。旨意突然逮捕杨金水进京，突然派来谭纶会同办案，又突然将织造局这个烂摊子让自己收拾，皇上是不是已决心倒言，却并无明白交代。赵贞吉一下子被推到了20年来最大的争吵之中。浙江这些人是不是都疯了？你给我闭嘴！看来这个案子弄大了。你们记着我的话，一切事不能往宫里扯，更不能往皇上身上扯。主意让姓赵的他们拿。明白，明白。给杨公公洗洗干净，然后送到巡抚衙门去。是是。陪审官海知县到。陪审官海知县到。大人。陪审官海知
钦点陪审官海瑞渎职。若是看海阔天青，岂作是看海。